山摩托。可路接这个广福路啊，然后应该回鹿港，所以会上一段西滨嘛。这是来测试看看这个新的角度。跟那么紧，当然融合了。我还有那边缓冲空间。咬着乌龟，就是继续给它在前面乌龟啦，或者是更有这列乌龟，哈哈。
哦，省油省油，省一点油啊。好，放了，定速了，让它自己跑了。